瑞卡，你这样吃多少钱？134块。134块。嗯哼。那你猜我的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我的有一杯奶茶。这奶茶奶茶很贵。对啊，奶茶哦，玉米浓汤。4块麦克鸡块大麦克。这应该是个套餐吧？大麦克套餐100多，加奶茶。应该156吧，应该是我呀。156吗？刚刚说156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其实我这样不到100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厉害吧？大麦克是一般大麦克餐是105，应该是100多。100多，然后如果你点玉米汤可以直接换，可是如果你点奶茶，奶茶很贵要加钱，要加钱，所以快130左右。可是我没有薯条啦，然后是我有鸡块，这样95。为什么？秘诀，这个之前也有人介绍过啦，就是这个麦当劳抱抱，你只要从就是这边设定天气点进去，然后你就设每天，然后设一个时间。如果你怕它响，就比如说设你可能晚上10点还会清醒，而且那时候没什么事，你就设那个时间，然后它就会给你通知你，就是说哦，今天天气怎么样啊？然后那时候你反正就把它按掉，然后进来你就可以抽一个优惠券。然后你看我今天用的这个就是买40块大杯冷饮送大麦克。对，那我的话就是它奶茶是45块，所以我就等于说多加5块，用45，然后就有一杯奶茶跟一个大麦克。然后呢，我再用1+1，就有7块跟玉米浓汤，就这样45+50，95块，不到100。